好像每次打人都是用脚和用脚踹。哎呦哎呦，卡死了！就怕这种关键时候的坑爹呀！女强，哎呦，这个女强到了最后，两个 AD carry 的差别已经明显看得出来了。哎，枪退飞了。其实女强装备也不错。嗯。只是感觉打不出输出来。我感觉就算是一样的装备的话，女强也点不过薇恩吧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太惨了。先坐着先坐着，血量是充足的，但是哎呦挡不住了。这两个果然死太快，然后还有女枪也死掉了，而且吸血鬼的这个吸血效果已经非常变态了。对，吸血效果太变态了。刚才还是残血，看他头上有一堆绿的。然后盲人斧也是有个冲锋，必须得把点燃给吸血鬼才行。哎不过团战输你也是比较可惜。然后这个女枪她不输一点点，输保晕的装备。嗯，出了一个小木锤子。唉，狂徒刚出效果也不是很好。嗯。没关系，慢慢来，稳一点。嗯。上路看看小兵能不能把他抬掉。这个维恩再把女妖出了就不好办了。维恩已经有点变态了。看能不能打个农，估计比较难。嗯。今天应该是有眼的。那应该是有眼的。其实可以带一个针眼来这边排一排。哎呀，这不行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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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心，边打边勾引，边打边埋伏。哎，还有这个吹，哎 Q 中了，这个时候 Q 中有点开玩笑了，没关系，先瞄维恩，先瞄维恩，维恩再见。哎，漂亮，直接先一脚就把他踢死了，这脚踢得太狠了。周杰伦来了，哎呦，没扣中。哦，这个吸血鬼在那儿跟周杰伦输出的非常爽啊。哎呦，伤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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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不赢啊，没事，还好三，现在我们还有三个在。一个也是 Q 越打攻速越高，主要是我们的人怎么突然一下就被分散了呢？被两两吹掉了。哎，看有没有机会。哎，有机会。咦，漂亮漂亮漂亮。那他们是死了四个。哎，可以推推推，就一个 EZ 了。嗯，大家现在血量也算是比较足的。推了就赶紧走，三秒。来了来了来了，好，跟着。这一波好像是打回来一点了。嗯，毕竟我们这边的塔还算是比对面的好很多。对面的水晶没了的话，一会儿有超级兵在的话，他们就会比较难受一点的。这女枪再不回去的话，感觉他们要打完了。嗯，小心大龙。嗯。还好他们中路又没线。哎呦，这边收兵收得很爽。越打这狂龙狂徒铠甲，越打血越多，越 A 小兵血越多。哎，大龙打架，我觉得我就是去找维恩打就比较好啊，先把维恩办掉，把他给杀了就好了。但是他现在身上已经有女妖了，嗯，留着啊，闪过来直接做吸血鬼了。
人家上月下来你就对了，有人想定住你，但是意义不大。哎呀，好，关键是看能不能杀了这个维恩。哎呀呀呀呀，卡了！小心 EZ， 小心 EZ， 回头啊，回头啊 ，EZ 啊！这为什么还是追那个维恩呢？好、哦、漂亮！哎，感觉。有点没有，还是打这个好吧。嗯，龙别急，拖着。嗯，哎呦不对劲，哎呦哎呦哎呦，赶紧，你们这样打是不是不太好打呀、啊、因为我也失血，主要是风雨。我现在下面，哎，上面是不是有个眼？哦、眼被 A 掉了。哎，哎呀，哦、卡着也把他给杀了。在这么卡的情况下，还是能够准确的命中吗？太 bug 了。来，推上，推上，慢慢的把这机会给找到了。嗯，哎、他们是主力输出死了。狼人在附近，他肯定不敢上。我们中。